难得清净。Happy 爸 ，Sweet Boy 去哪里了？我很多白头发，我要叫他帮我拔了，怎么办？很久不能上理发院了。哎呦，这样巧的啊！我这Sweet Boy讲哦，他要去你的家啊，叫你帮他拔他的那个白头发。哎呀，怎么不早说？怎么办？白跑一趟。哎，算了算了，你帮我拔算了。来，啊、看一下，真真真的要啊？这边超多的。啊、对对对对对哎呦，你几岁哦？哎呀，阿婷啊！我跟你讲哦，人家讲拔一根哦，啊，会生多三根白头发，这边至少有30根吧。啊，我拔了之后，哎呦，生多90根白头发怎么办？这样我不是变秃头，可是不染不美啦，怎么办呢？现在我又不敢出门哦，去理发院也不可以染发啊。是哦，你这样子讲也对啊。你剪好你的白头发，我有一个秘密武器要跟你介绍一下哈，就是这一个。哎呦，韩国 number one， 韩国制造，全世界也是 number one 的洗发式染发剂李千娜啊，里面哦还有那个人参呢。你不要骗我了，这样你睡波这么有这样多白头发，叫我拔呢？哦，这个哦啊，我跟你讲哦，小小声啊啊，因为哦买不到啊，一直断货，一直断货啊。我给水波的话，你有钱赚吗？啊，我给你的话，还可以赚钱啊，100块就好。真的是损友，哼，我不要理你了。哎呦，你没有叫住我，快点啊，借我。哎，我。阿婷，不要走先。哎，啊，这么有人讲话的，谁在讲话 ？Happy 爸，你不要乱讲话啊！我今天进货了，我还有新赠品给大家的哈。啊，是导播，他讲说啊，进货了，又有新的赠品哦，这个还我的啊啊，观众朋友啦，导播讲有货就有货喽，赶快去买去下单。Happy 道主 Happy 送买三送四啦，市价189呢，啊你只拿到3盒而已哦，3盒的洗发式染发剂啊，打比今天在 Happy Family 最后一批货了，再送你多3盒，还有呢，哇，很久没有送礼物了咧，送你呢是很高级的这个硅藻吸水板一片，不挑款送出啊，光是礼物哦就258块了咧，阿丁送完为止啊，只限播放时段哦，哇，真的是很划算嘞，因为是 Happy 限时大折扣，所以全套的市价本来要447令吉的，现在折扣给你将近60%，可以省下258令吉，只需要付199，只限播放时段哦。哎呦，真的很划算嘞！马上拨打热线去到 goshop.com.my， 还有呢，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用我们的 goshop app 来下单抢购。啊，我跟你讲，很明显的啊，那个立正哦，每一次输钱的时候啊，就是因为啊打麻将的时候没有染那个头发，白白这样看起来人没有精神啊，运气那里会好？怎么办呢？就要自己来染头发，因为你知道现在非常时期，我们都多数在家嘛，理发院不能染发，对不对？不用紧，帮你解决烦恼，带来韩国100%这个原装进口天然的这个 Rechina 洗发式染发剂，把它混合起来。用洗头发的方式染发，5分钟就搞定了啊！没错了，我问那个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啊，啊，你会洗头发吗？啊，你会洗头发的话，你就会染头发了。啊，真的是很简单的啊！你看看哦，那个丽珍啊，她笨手笨脚这样哦，什么都不会做，连菜都不会煮哦。啊，可是为自己染头发嘞。啊，染之前哦，85岁。啊，染了之后呢，看起来啊40岁罢了。而且她染了之后，头发还亮亮滑滑的，很顺滑的感觉。因为她里头呢，还有这个人参复合物啊，所以可以保护我们的秀发，染发也不伤头皮哦。哎呦，而且哦，看起来好像头发比较多，这样有没有？啊，因为呢，我跟你讲，颜色比较深哦，看起来比较年轻之外，我们的发量啊，老人家比较少留嘛，看起来也比较厚。所以呢，告诉大家，现在要染头发呢，不要出去，就算现在哦，给你做到 booking， 给你做到 appointment 啊，也是不可以染头发的啊。啊，这个是那个金护的 SOP 来的。哎，各位朋友，我们已经送出了5套的 Rechina 洗发式染发剂。为什么呢？因为他染的发实在是太简单太方便了，而且呢那个独家赠品呢大变的，比你买的那个道主还要大很多呢。哎呦，我跟你讲，已经半年没有货还不要紧啊，半年了啊，没有送任何的礼物，只有在今天199块哦，送这样多东西给你呢。而且我们一直讲很简单，很简单，又可以安全使用，因为它没有氨呐、啊，马上要示范给大家看啊，怎么样来染货啊？啊，什么叫没有氨？就是没有那个阿摩尼亚，不会臭臭刺鼻的。有一些人头皮敏感呢，也可以使用啊。你看哦，这个呢，就是你要补头发嘛。哎，你出去外面要补头发的话。
话呢是很贵的，因为呢他们没有算呢、啊、就是补头发的钱是多少啊，还是呢那一个染枕头的钱是多少的。你看哦，在那个盒子里面呢、哦、有两个剂哦，就是一号剂跟二号剂啊，你就这样子啊揉均匀之后呢，你会发现到呢观众朋友它是凝胶状的，所以呢它不会滴落，所以呢你就不会染到你整间家啦，是你整个厕所都是。是以前那种染发剂、哦、很不方便的，你染一下你整身衣服都会一块一块，因为它会一直掉下来流下来，现在这个不会勒，很方便勒啊，素啊，你就这样子呢，你看到就搓揉搓揉按摩按摩在你的头发这样哦。而且呢阿婷啊，你有没有闻到呢、嗯、其实这个哦很特别勒，它是香香的，是它没有那个外面染发那种化学味道 啊是咯，以前染头发回来呢人家不敢讲说去抱孩子啦抱 baby 啦，因为呢担心讲说呢会有毒嘛，对不对？但是这个呢我跟你讲它完全是没有氨的成分，都是天然的哦，它里面有指甲花啦，有复合油啦，还有呢高级的韩国人参呢，哎呦染头发还有人参呢、啊、所以你的头发也可以吃人参，哎呦对了，促进血液循环呢，还有保持你头发的亮泽度。你看哦 Happy 爸这样揉揉一下差不多上色了啊，你就放在一边啊，不是叫你的头拆下来放一边就是呢，你就等一个大概五分钟啊，看你头发的厚度跟长度啦，按摩、啊、就可以了。对、嗯，那这个我们今天有两款颜色，一个是自然的褐色，一个是深褐色，所以你染起来呢，看起来很自然，而且很温和，很快就上色了，而且还可以保护头发。你的头发在染了之后呢，不会干干裂裂或开叉的，因为里头有人参嘛，对不对？对呀、啊啊。而且你看，还有薰衣草水呀、啊、矢车菌水呀、啊，这些呢都是可以保护头发的发质。的元素啦，没错啦，就会保护你的头发，就等于哦，你染头发顺便做 treatment 呢。对、哦，阿婷啊，你们扎爆去外面染一次头发要多少钱啊？哎呦，两三百块跑不掉啊！哎，如果再加 treatment 呢？哎呦，加 treatment 的话，再加 treatment 啊，有时候一个长发的女生弄到来五六百块。哎呦，然后要多久的时间？三四个小时跑不掉，要修咯，这样子哦，家里的人哪里有饭出的？五六百块染一次头发，现在非常时期啊，大家的工作都很辛苦啊，不要花这种钱。啊，你买这一套围巾哦，买三送三呐、啊，199出到来一盒，大概20-30块 maybe。哎，我跟你讲， 在外面怎么可能有这个价格呢？所以难怪每次 Rechina 一上市哦，就被人家抢光光，我们几乎都要断货，你知道吗？现在我们已经售出了28套，记得记得，只有在今天呢才送你那个硅藻泥的啊那个吸水板哦，那个呢，等一下我要 lemo 给你看啊，很好用的啊。你看这个安哥呢也是很广广的，也是很厉害的，阿辉自己。染头发呢？是啊，因为太方便了嘛，你只需要把一号剂和二号剂呢，一个比较透明，一个比较深色的挤出来，混合起来，涂一涂，抹一抹，然后用洗头发的方式把它通通抹上你的头发，然后这个同时呢，顺便按摩一下你的头皮，然后呢，给它呢深层的滋养，没错，然后过后呢，就放一个5分钟搁置静置它，不久之后它就会慢慢上色了，没错，5分钟嘞，其实啊，你还可以同时啊去做一些家务事啊。一下子回来啊，就已经好了。啊，我跟你讲，啊，咱是讲5分钟啦，那是了放10分钟嘛是会使，但比你5分钟咧真紧咧，啊紧咧，啊，你莫出去外口洗头了，因为这阵的时阵哦，你去外口哦真危险嘛。啊，等一下你洗头的啦，有迄个病的时阵啊，啊，为着你啊就无好了。你看安哥哦，哎呦，你了这个头毛自己染的哦，啊，年轻20岁咧。哎，我跟你讲，头发染对了，好像变脸这样哈、哦，哎呦，整个人不一样哎，不要倒退时光，倒退是20年呢。哎呦，阿婷啊。我都不好意思叫他安哥了，看起来比我年纪哦还要小咧。啊，你看到、哦、这个呢，才2-3分钟的时间罢了咧。啊，就这个上色了哦。最棒的就是呢 ，Happy 爸要示范给你看呐、啊。刚刚是那个凝胶状的嘛，所以呢，它不会太肮脏。你看我在那个水里面洗呢，那个水呢不会太污浊的。我知道，我知道。如果外面那种不好的染发剂啦，它染完之后，如果你去睡觉哈、哦，你可能还会弄到你的枕头套脏脏。这个不会咧。对呀、啊，你看到、哦、染出来的这个发丝呢，哎呦。非常非常的亮丽咧，这个就是 dark brown 的颜色啦、啊欸、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颜色呢，就是这一个Natural Brown 比较浅一点点的哈，是要告诉大家，就是呢，你要比较接近黑色的话呢，你可以买 Lark Brown 啊；你要比较就是淡的颜色的话，自然的话呢，你就可以买 Natural Brown 啊。反正这样划算呢，我建议大家呢啊，直接买2套的、啊。对，因为它可以、保质期3年嘛哈。对、啊、跟大家讲，如果是普通的染发剂啊，没有这么容易的，因为呢，我帮我妈妈染过发，以前、它都是乳霜状的，而且你要用梳子去梳，不用紧哦，你梳的不顺的话，你染出来头发。
一块黑一块黄，这样子很丑的哈。嗯，然后呢它这个染发的时间会很久，25到40分钟左右呢才上色，而且还含有氨，所以你染过发整村人都知道哈。但是如果你使用的是我们的 Rechanna 韩国品牌的凝胶状洗发式染发剂呢，用洗头发的方式，每个人都会洗发嘛，对不对？就可以让它上色了，只需要5分钟左右的时间，而且不含氨，可以很放心安全的使用，头皮绝对不会发痒啊。没有错啦，我跟你讲，在家里轻松染发，现在呢真的不要出门啦。你在外面买的话呢，洗发式染发剂呢很多都是不好用的啊，这样子一盒的话呢，外面卖啊差不多60-70块，100块也有。但是今天哦，买三盒送三盒，只需要199块的啊，不用担心哦，你是可以囤货的哦。因为呢，我要给你们看一下啊，你买回去的时候呢，啊189块，我讲错了，189块啊。这边你看哦，它是 manufacturing date 啦，啊，你收到的 manufacturing date 呢，就是它的出产日期呢，是2020年10月还是11月，它可以放3年了，就是呢，它2023年才过期啦，所以呢，买多几套回去。是，所以呢，我的亲戚啊，他每一次是什么时候买，你知道吗？就过年之前啊，这家里要办什么大活动、大节日之前呢，都会先买几套囤货，因为要用的时候刚刚好可以派上用场，而且189块你可以得到6盒哎，6盒还不要紧了，还要送你这个硅藻吸水板，那个抹脚布已经过时了，这一个呢，哎呦，很美很贵，而且呢，quality很好。现在 Happy 班呢，假设讲说呢，我在那个厕所嘛，对不对？厕所不会这样湿的啦，可是呢，我们要做测验给你看嘛，你看哦，这样子你会把你的脚甩干之后呢，啊，你就踩在那一个硅藻泥的吸水板这样子哦，踩上去之后呢，观众朋友，奇迹的事情要发生了，你看哦，那个水被那个板给吸掉了，有没有？很厉害耶。啊、这个比布的吸水力还要好哎，真的，而且呢它是非常的防滑的。再来第二次了嘛、啊、你大概3次这样子啦。那 Happy 爸时间的关系啊，我这样按3次之后呢，你看哦，我直接踩在那个纸上面的观众朋友、那个纸呢完全是没有水渍，已经全干了。真的，你看完全是干干的哦，观众朋友。而且呢，我跟你讲啊，这个硅藻泥的吸水板呢，它大概1分钟、2分钟之后呢，它就自己干掉了。你想它有多么的神奇啊！所以很卫生，都过时了。对、给大家再示范一次哦，它的吸水力到底有多强？你看我们这个是有一点点颜色的这个染料了哈。如果你用在你的这个硅藻泥上，是不是有水？对不对？对呀、你弄一下哈、来，我用这个卫生纸来吸水给大家看、告诉大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你看几乎是没有水沾在我们的这个湿纸啊，这个纸巾上。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吸水力实在是太好了，不到几分钟它就会自己蒸发掉的感觉。对呀、重点是外面买这一片啊100多块，最便宜的我看到嘛、是要70块，今天呢免费送给你，而且它很好保养，也就是说你也不用洗也不用晒，让它自然干就可以了。如果你要求很严格，用久了之后呢，你还可以用砂纸去磨一磨它，它照旧可以完好使用。所以买过 Rechanna 的朋友呢、哎也对这个洗发式染发剂非常的满意。哎呦，他讲哦，用了之后呢，头发变得更滑稽，更加亮气，他很喜欢，给了5颗星星呢。啊，这个朋友嘛是给5颗星。是，他说呢，简单、容易使用，而且很方便，不会造成头发的损害。你用了之后呢，头发反而还变滑了，所以呢，真的是太棒了，5颗星。没错啦，这个朋友们是给了5颗星星这样多、他讲他买给他的妈妈咧，啊，他妈妈很喜欢咧，安迪安迪都喜欢用，有一个很香的味道，重点就是呢，颜色很耐久，而且很划算。是那个香香的味道，就是有一点茉莉香啦。而且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实在是超美的哈，你看市价3盒就要189，如果是6盒的话，再加上今天给大家69令吉的赠品的话，全套其实是要447块的，可是现在你只需要付189块，总共省下258块，折扣了将近60%，也就是说市价一套的价格 ，Doshop 你可以买两套啊，两套就是有12盒了哦啊，现在显加热啦哈、简单又方便呢。重点就是呢，我觉得一个加热你买一套啦，我们有 Lock Brow 深褐色，Natural Brow 自然褐色，两个都很好看。是的，因为我们是 Happy 套组 ，Happy 送买三送四，套组里头包括了6盒的洗发式染发剂，是韩国品牌 Rechanna， 再额外加送一个硅藻的吸水板，不挑款送出，赠品总值
258令吉，送完就没有啦，只限播放时段哦。哎呦，赶快赶快 ，Happy 限时大折扣啊！全部六合加那个版哦，你在外面买的话，差不多500块，447嘞。打币只有今天，只有今天，最后一批货了，你到68%降多，节省258。哎呦，我跟你讲，只限播放时段啊，189块罢了。所以赶快下订单喽，上网到 goshop.com.my 或扫码扫我们的 QR code 吧。哎，没错。哎呦，我跟你讲，这个礼券啊，阿婷啊，很多明星的妈妈都在用呢。你知道这个是谁的妈妈吗？不认识。这个是那个尼古拉松凤的妈妈嘞。对了，哎，很年轻哎，本来是一头白发的，染了之后呢，她整个人连气色都提亮起来哎。哎呦，你有发现到吗？本来像阿妈。啊，染了之后呢，变阿姨罢了呢。喂，这是独家限量的套组啊，售完就没有了，因为我们已经相隔半年没有给大家补货了，真的。而且相隔半年没有给大家赠品了哈，今天你可以在家自己染发，不用担心出门有染疫的风险，而且呢，它操作又很简单方便，每一根头发呢都可以从白变成你要的深褐色或自然的褐色哦。最好的就是它没有任何的有害物质，没有那个阿摩尼亚，没有臭臭的感觉，不会伤到头皮。以前呐，染头发的时候，第一个很臭，整间家都臭，孩子不敢抱你，老婆不敢跟你睡觉这样子哦。啊，还有第二个就是呢，明明我染头发就是为了看起来头发多吗？啊，可是那个有害物质哦，弄到我头发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啊，因为以前的染发剂呢是很毒的，可是现在这个呢完全安全，还可以保护你的头发。是，所以呢，你看哦，你只需要在家用洗头发的方式呢，帮自己染发，同时给自己护发。你染了之后的头发看起来就特别的顺滑，不会毛躁了啊！而且你看看摆头发的时候，很容易看到头皮的啊！你明明没有脱头发，人家以为你秃头嘞啊！可是你看这个安哥哦，啊染了黑色之后呢，哎呦，头发看起来比较多嘞啊！为什么呢？因为黑色看起来比较健康，黑色看起来比较蓬松，黑色看起来发量比较多，黑色看起来哎呦就是靓仔啦！现在我们已经售出了，各位观众会有50道。我要跟大家重复一下，是最后一批货了啊！啊，卖完了哦，你要买。这个又有礼物这样啊，很难找的，在外面也买不到呢啊，所以你要买的话呢，要赶快下单抢购。现在 MCO 不可以出门吗？在家我帮老公染，老公帮我染，啊，几浪漫。哎呦，蛮有情趣的，而且我们是直接送货到你的家门口了，所以呢，你也不用担心要特别出门去找什么染发剂，我们 GoShop 呢会直接宅配到你家。使用呢也很简单，因为你看啊，外面的染发剂哦，它就是霜状的比较多，所以啊，你每一次染发，你好像要全副武装这样啊 ，PPE 要穿上去啊，还要放报纸啦，放巴拉西蒂啦，哎呦，我跟你讲很麻烦啦。瑞佳娜呢，你会洗头却染发，重点是呢，年轻人都在用呢啊，不相信啊，你看那个假神。要用这个染发膏，我染的这个是 Natural Brown。好，这边有两只，这来自韩国进口的两只，就是要以1:1的比例，就是去搅匀。现在就是要等5分钟。上网或使用 GoShop App， 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呢，就可以简单容易的来购物啦。最棒的就是还有5%的购物还是要送给您哦，所以呢，这个疫情期间啊，一定要好好的待在家里，就可以轻松购物啦。是，今天 Happy Family 呢，给大家1小时的 Happy Hour 限时大折扣，折扣将近60%。没错啦，我们带给您的就是 Rechina 的这个洗发式染发剂啦，它是全球销量 No.1， 每13秒哦就卖出一盒哎。
重点就是呢，百分之百纯天然的成分，百分之百韩国制造，还有原装进口的，告别白发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它很简单，方便使用，可以快捷的染发，总共有2种发色供大家选择，一个是深褐色，另外一个呢是自然褐色。我跟你说，有史以来最划算的一次，多买几套，因为呢 Happy 套组 Happy 送，买三送四啦，有史以来最超值的套组，而且是最后一批货啦。你在外面购买3盒的洗发式染发剂呢，都要189令吉啦。但是今天呢，免费送给您再多3盒的洗发式染发剂，而且再送给您的是这个硅藻吸水板，不挑款不挑色的送出啦。光是礼物呢，我们免费送你的礼物，你在外面买的话，258令吉呢。今天送完为止，只限播放时段哦。怎么会这么好康呢？因为是 Happy 限时大折扣，全套哈、市价447令吉，现在折扣将近60%，也就是总共省下了258令吉，您只需要付189令吉，但是只限播放时段。哎呦，真的很划算，而且呢，你采用的就是100%顶级天然的植物配方呢，它里头有高级的人参，可以滋养发丝，再加上天然植物的复合油啊，高效护发，防止脱发，没有氨还是 ammonia 的这个成分，没有刺激性，绝对安全使用。在家也可以自己染发，赶快上网到 goshop.com.m 来下订单吧。1分钟卖5套，1分钟卖5套，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已经卖出了100套，这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因为现在大家都要自主封城，不要随便出门，所以自己网络下单，把它送到你家自己染发。哎呦，我跟你讲，我妈送给你的就是现在在日本、在韩国、在中国都很流行的这个硅胶啊，不是硅胶，硅藻吸水板，它是不用取代你的那个抹脚布的，它是顶空空的啊，外面买啊100块。啊，60-70块，大家记得吗？开 Happy 派用这个来抹脚，可是呢，那个水干掉了，不见了。而且它很好保养，你也不用洗你的抹脚布，它也可以变成一种摆设了哈。没错啦，我跟你讲哦，要染头发的话，真的是很简单的。最近那个 MCO 出去外面染头发，你又怕啊？如果你真的做到 appointment 哦，只可以剪头发，不可以染头发的哦。对呀、啊。怎么办呢？就用我们韩国 number one 的洗发式染发剂李千啊。而且呢，有些小孩子啊，可能中学的，现在不用去学校吗？他们又想要染头发，没有染过头发哦。啊，你买那个 chemical 多多的又很毒嘛，对不对？啊，又不好又不好。所以不要用 chemical， 用天然的黑娜汉娜花的。对，它是 natural 的，完全天然的，还不用紧哦。它里头呢有很多植物成分呢，还有高级的人参啦。它里头的盒子里面呢有1号剂跟2号剂2个 tip 就对了啦，好像2支牙膏这样。啊，总之呢你1:1的这样子放住就可以了。是，然后怎样呢？你就揉一揉它咯，然后呢就好像洗头发这样咯，然后呢。你就等个5分钟，然后呢，它就染好了。啊，对，然后呢，你看哦，它是完全不会滴的，看到吗？哎呦，因为呢，它是 cream 浆的，所以呢，你不用担心弄到你的地板啦、你老公的衣服啦、你的厕所啦、你的马桶啦、你的脸啦、都几大几大这样子，这个呢，完全是非常方便的哦，就可以让你呢一边洗头的方式呢，就可以一边染头发了。像 Happy 爸这样教你哦，你就可以这样子按摩按摩啊，染一下，就可以马上做到呢染发的效果了。这个呢就是 Rechange。那的洗发是染发剂的好处，而且呢，我跟你讲哦，它有淡淡的茉莉花香味嘞、啊，完全不会刺鼻的哦。因为外面那种化学的很多呢，都是有那个氨，那个氨不只是刺鼻哦、对一些人来讲，可能还会引起头皮过敏的问题。但是 Rechange 呢，它还有护发的效果，还有人参在里头，所以呢，你搓搓揉揉，同时给自己的头皮按摩一些这样子或者是帮你的老公染发的时候呢，也按摩一些。而且你看哦，我这样染的过程呢，它完全没有打结的，观众朋友，你看我这样子哦，没有打结的、哦，很顺滑。哎，真的，你这样子了过后呢，你就放在一边，大概5分钟就可以了，再洗头。哎呦 ，Happy 爸跟你讲啊，你要会洗头，你就会染头发了，真的很简单的。是，然后你也不用担心染出来会一块一块的，因为呢，它洗头的那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会满满的覆盖在你每一条发丝上面。啊，你本来就是这样子喽，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那个成果啊。我跟你讲啊，在那个韩国啊，你要买化妆品，你一定要买什么国家来的？韩国。要买保养品，要买什么国家的？韩国。哎呦，染头发也要买。
韩国，对呀、啊，我跟你讲啊，韩国就是世界 number one 的美容国家嘛，所以呢，为什么在那边可以卖得这样好呢？你就知道，真的是瓜地很多光疗的，韩国人很挑的。是，所以李千娜每一次哦，她做直播的时候都卖光光啊，跟你讲为什么？因为呢，她实在是太厉害、太简单、太方便了。现在我们已经卖出了几百套，173套，太厉害了。所以呢，我跟你讲，一定要赶快买啊，因为呢是最后的一批了啊。这个呢，它已经蝉联了全世界的 number one 哦，有10多20年的时间了，每一个人都很喜欢的，因为非常非常的方便。哎呦，我跟你讲，你呼吸两次啊，人家就卖出一盒了嘞，每13秒卖一盒呢。这个是很可怕的那个销售记录，所以很多朋友会抢不到货。我的姑姑也打电话来问我，哎，那个 Richana 什么时候要补货？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买了。我跟你讲，在外面哦，外面那种随随便便的牌子啊，都要几百块了啦。对呀。啊，重点就是呢，你去外面染头发一次啦，要整天5-6个小时的时间啊，不然就是呢，染一次头发200-300块。可是明明哦，你才是长出来哦，一点点白罢了吗？是你要补色罢了哦。对哦，所以你就学这位安哥一样，把这个 Richana 带回家。你看呐、啊，它有1号机和2号机嘛，它已经挤出在手上混合之后呢，就洗头发的方式给自己全头抹上去。你看它完全不会滴漏，因为它是凝胶状的。对、啊。所以呢，你不用担心会弄脏你的衣服，然后你就不断的搓揉啊，把每一根发丝呢都覆盖上去。它这个同时还给你护发的效用，因为有人参在里面，没错，有什么复合油在里面，所以你染完头发之后，头发也不会开叉。哎呦，重点就是现在哦，行动管制哦，叫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不要出门，很危险，你出去呢就有风险染疫哦。啊，这个呢，你继续他的干蹦讲说呢，阿公啊，你也要睡头啊，你对身体头磨了，就是这样子染一下就 OK 了。阿公变阿杰了，你看，就是他整个人会年轻起来，因为当我们的头发、啊、从白色变成自然的褐色或者深褐色的时候呢，你的气色也会整个提亮起来，哎、然后发量看起来也很多，然后就自然就显得年轻啦。而且呢，你看哦，还没有到5分钟呢，3分钟呢就已经好了喽，观众朋友，你本来是全头的白发嘛，对不对？这一个呢，我跟你讲啊，很容易清洗的，重点就是呢，它不会搞到你的水呢脏脏又糊糊。你看哦，我这样子之后呢，啊，那个水顶多是有一点灰灰色，它不会弄到你的整个厕所啦，你的房间啦，肮肮脏脏。重点就是呢，你的头发呢还是柔柔顺顺，而且有光泽咧，因为它里头呢有人参跟植物复合油。然后呢，除了这个深褐色之外，我们还有自然的褐色，好像现在卖的最好的是自然褐色，因为这个发色很显白。重点就是呢，现在那个 Natural Brown 卖得很好啊，很快断货啊，这个嘎乐，所以你要的话呢，一定要赶快了啊，里面呢还有蚕丝蛋白咧，甚至呢你就不可以不用做 treatment 哦，哎呦，你染了之后呢，你头发就自然的变滑滑了。是，所以我们才会这么快的瘦出了218套啦。因为、哦、我们这一款 Richana 真的太好用了，告诉你，没有比较没有伤害。普通的染发剂它是乳霜状的，它需要用梳子一个一个慢慢梳开来，所以很多人用普通的乳霜状染发剂来染发，就会染到一块一块咯，因为梳到不平嘛，而且上色时间又很久，25分钟到40分钟之间。然后还有这个氨，这个氨呢就是会有那个刺鼻的味道啦，然后可能会引起你的头皮敏感，可是 Richana 不会哦，它是凝胶状的、啊、用洗发式的方式就可以染发，5分钟就可以搞定，不含氨，可以安全使用。哎呦，对呀、啊，不会那个头发越染越少啊，你在外面买啊，这样子一盒的话呢，一盒在外面买呢，人家韩国进口的、啊、都要整百块咧，但是只有我们给你6盒那么多呢啊，6盒啊，我跟你讲，出道来你每一次染头发30块出头罢了哎，你看到、哦、这一边哦，不是 expiry date 啊，记得它是出产日期啦，就是说呢，从这个出产日期开始算呢，可以放3年的时间，所以这一批货呢，可以放到2023年呐、啊。哎呦，我跟你讲，3年你不用出去外面染头发，你自己想看到、哦、你省了多少钱。哎，而且现在疫情期间。我们都说哈，要多留一点现金在手上。如果你只需要用20几令吉来染发，又可以染出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要花200-300块去外面染呢？没错，现在外面也不可以染嘛，对不对？对呀、啊，我跟你讲啊，就算可以染，你都不敢去染呐、啊。啊，今天要送给你价值69令吉的硅藻吸水板，简单的来说就是
高科技的抹脚布就对了。现在没有人用抹脚布了的啦，又臭又细菌又滑，一揪你就跌倒了。这个呢，你看哦 ，Happy 爸站在那个水池里面啊，当然你的厕所不会这样湿的啦。你这样子哦，你就站上去之后呢，观众朋友，你看哦，它虽然是顶扣扣的硬硬的，我敲给你听啊，你看。啊，它是硬硬的啊，它是很卫生的，可是呢，魔术要发生了，你看哦，它的那个水吸进去里面了，哇！哎，它不会像一般的那个抹脚布哦，用久了会黑黑耶，因为它水很快蒸发哎、啊。对呀、啊，观众朋友，你看我站上去之后呢，我刚刚啊是湿湿的脚的哦，白纸哦，现在变得干干又净净，这个是变魔术。啊，真的，它的吸水的效果很好，不会臭臭，不会脏脏啊！你真的要清洗的话呢，啊，你就是用那个砂纸磨磨一下可以了啊，还比半没有的啦，用坏了丢掉再买呢。是，而且哦，再重复示范给大家看哦，你知道这一面的硅胶板哦，你沾到水之后呢，哎，它很快，你看它的水是不是已经开始蒸发掉了？再来，你用一张纸来测试一下。嗯，按压它、你看其实是不会有水渗透出来的，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因为它的吸水效果实在是太快，代表说这块板你也不用洗，你放在那边就会自然晾干了。对啊，它比你的抹脚布还要快干就对了啊。现在啊，整个日本啊、韩国啊、中国啊都在用这个，没有人用抹脚布了的，所以今天我们呢不卖，免费送给你。所以今天呢，我们这套 Rechanna 的产品呢也是很受到大家的欢迎啊，很多人给了5颗星的评价，因为呢 product is good for using， 很好用、然后呢可以让头发更加的光亮，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年轻。哎呦，可以变年轻谁不要哦。这个 Grace 是给了5颗星星呢，他觉得很超值呢，他已经买了3次呢、啊、Grace 你要赶快再买啊，因为没有货了，最后一批了。是，哎，这个朋友也是给5颗星，他第二次买了，他讲实在是很值得啊。没错啦，下一个来给你看看一下，你在外面买哦，总共6盒的洗发式染发剂啊，鼓励 import 进来的哦，再加那个啊抹脚布新的那个硅胶吸水板哦，都要447块了，要求咯。但是只有在今天的最后20分钟啊，189块就拥有整套了。简单又方便，可以快捷的染发，还有2种颜色给大家选择，就是深褐色或者是自然褐色，把它2种颜色一起带回家。哎呦，没错啦，你看啊，189块，你在外面可以买到什么呢？买到3盒罢了啊，可能2盒半罢了嘞。但是今天呢，总共6盒，因为另外3盒呢是免费编队上好的耶，还要送你这个硅藻吸水板啦、啊，不挑款送出呢。啊，光是那个礼物啊，都258块了，送完为止，只限播放时段。是的，因为是 Happy 限时大折扣，所以全套的市价本来要447的，我们现在折扣60%哦，给你省下258令吉，只需要付189令吉，平均每次染发只需要20多令吉。哎呦，好划算哦！拨打热线去到 GoShop.com.ny， 还是那扫描二维码用 GoShop 来下单抢购，因为呢啊要卖完了。我跟你说啊，白头毛的时阵卡了真老咧啊，那个啊朋友啦、邻居啦，买菜的时候都会问你讲说咧啊，阿娇啊，阿娇你什么代志？啊你破病啊？烦恼伤多吼，烦恼伤多啊！啊那把那白头毛啊咧做啊，你看染了之后呢，哎呦，从阿妈变阿弟咧。哎呦阿娇啊，他会问你是不是丢白标啊？人怎么会那么年轻啊？其实啊，就是用了 Rechanna 洗发式的染发剂啦，是，它会整个把你的头发从了无生气变成生气。勃勃，哎呦，前前后后每一根头发变得光亮顺滑，你整个人自然而然看起来就年轻个10几20岁了。没错啦，重点就是呢，我跟你讲哇，它里面有人参呢，我有金线呢，啊，一个套组呢，整个家里都可以用的，好像哦一盒啦。讲真的啦，一个爸爸跟一个儿子下用啊，啊也是够的，一个人用半支就够了，因为男生的头发比较短嘛。啊，我们家的 Happy Boy， 我的那个儿子啊，哎呦，才10多岁啊，就有少年。年白啊，一直按电话按手机这样啊，我又不喜欢给他去外面染头发，很贵啊，外面染头发，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呢，很多那个化学药物对头皮不好啊，这个就没有问题咯。是，哎，现在真的很多人少年白，我4年级就有白头发，你听你说，现在压力很大，然后呢，疫情底下很多人可能也很多烦恼了哈，所以呢，不要让自己一夜白发，要让自己一夜黑发，就使用韩国品牌的 Rechanna 啦。哎呀，重点就是呢，也不用一夜。黑发的啊，5分钟就黑化了、哎哦，对不对？也不用一哦，多分钟哎。阿婷，那个号码多少？我看不到。300头。哎呦，观众朋友啊，啊，达达的分钟哦，每一分钟啊，不会10头嘞，因
为呢最后一次的抢购了啊，因为呢他们那个厂商讲不要再进货了哦，所以呢你要买的话呢一定要赶快给他带回去，因为有人参啦，有植物复合油啦，有蚕丝蛋白啦，不止染头发还可以做 treatment 你的头发啊，滑滑又嫩嫩，是而且在家就可以自己染发，你又不用担心说出去会有什么染疫的风险啦，操作很简单哦，外面的染发剂你看漏到满手都是，满衣服都是，哎呦，这个 Retana 的染发剂呢它不会滴漏，因为它是乳胶状的嘛，你搓揉揉揉，顺便按摩一下呢就可以轻松上色了，没错啦，比你吃饭还要快啊，五分钟罢了咧，重点就是呢以前我自己染头发一大一大这样不均匀啊，这个你会洗头就染头发啊，年轻人都在用的，你看韩国的年轻人啊，包括那个贾森嘛在用，好，我今天呢要用这个染发膏，我染的这个是 Natural Brown， 好，这边有两支，这来自韩国进口的两支，就是要以1:1的比例，就是去搅匀。好，现在就是要等5分钟。上网或使用 GoShow App， 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呢，就可以简单容易的来购物啦。最棒的就是还有5%的购物还是要送给您哦，所以呢这个疫情期间啊，一定要好好的待在家里，就可以轻松购物啦。是，今天 Happy Family 呢给大家1小时的 Happy Hour 限时大折扣，折扣将近60%，没错啦，我们带给您的就是 Retana 的这个洗发式染发剂啦，它是全球销量 No.1， 每13秒哦就卖出一盒，哎，重点就是呢100%纯天然的成分，100%韩国制造，还有原装进口的，告别白发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它很简单方便使用，可以快捷的染发，总共有2种发色供大家选择，一个是深褐色，另外一个呢是自然褐色。我跟你说有史以来最划算的一次，多买几套，因为呢 Happy 套组 Happy 送买三送四啦，有史以来最超值的套组，而且是最后一批货啦，你在外面购买3盒的洗发式染发剂呢都要189令吉啦，但是今天呢免费送给您再多3盒的洗发式染发剂，而且再送给您的是这个硅藻烯水版，不挑款不挑色的送出啦，光是礼物呢我们免费送你的礼物，你在外面买的话258令吉呢，今天送完为止，只限播放时段哦。怎么会这么好康呢？因为是 Happy 限时大折扣，全套哈市价447令吉，现在折扣将近60%，也就是总共省下了258令吉，您只需要付189令吉，但是只限播放时段。哎呦，真的很划算，而且呢，你采用的就是100%顶级天然的植物配方呢，它里头有高级的人参，可以滋养发丝，再加上天然植物的复合油啊，高效护发，防止脱发，没有氨还是 ammonia 的这个成分，没有刺激性，绝对安全使用。在家也可以自己染发，赶快上网到 goshop.com.my 来下订购吧。讲节目还有15分钟啦，可是我觉得我可以提早收工啦，因为呢我们要卖完了。现在各位朋友，我们已经卖出了380套了。哎呦，当然啦，我跟你讲，断货了半年哦，而且呢没有礼物了半年哦。今天要送大家的礼物呢，哎呦，要 get for 给大家看一下，真的是很美嘞。啊，那个阿 boy 跟阿哥跟我讲啊，他们看那个韩国的连续剧那个 K-pop 的戏啊，啊，全部人都在用这个哦，硅藻烯水版，啊，不是去卡布啊，就是顶扣扣的啊，啊，打比哦，它可以吸水呀，啊，而且很快干，就不会臭臭啦，很多的细菌啦。哎，这个外面卖很贵呢。哎，这个呢，免费送给你。哇，太好了！而且今天我们
不只有这个硅藻吸水板、哦啊、我们还有买三送三的套组。哎呦，真的，哎呦，我跟大家来先聊一个天啊，阿婷啊，现在有31块了，31块啊，你在外面可以出到什么东西？哎呀，你吃一个西餐应该都没有得找哎。哎呦，真的啊，我吃很多的吗？啊，我吃炸饭，我的水泡两个人啊，啊，我跟你讲，25块就没有了。对对对。可是今天要告诉大家，31块啊，底下31块你就可以染头发，因为呢，我们是买三送三，总共有6盒的韩国品牌 Rechina 洗发式染发剂啦。啊，189块你除6啊，才31块罢了。啊，你除买那个板的话哦，你染头发一次才20块嘞，外面20块染头发。你都啥的哪里有可能、啊、重点就是呢，有时你要补颜色罢了嘛， 对不对啊？你就不用这样浪费钱吗？我们的盒子里面有1号剂跟2号剂啊，你给它挤出来就可以了。对，1号剂呢，把它像牙膏那样挤出来，一号挤多少，2号就挤多少，对，1:1的比例啦。然后怎么做呢？啊，你就这样子搓搓这样子啊，那个1号可能要多一点点，1号要多一点点哦，就拿捏不准啊，我的比例啊，对对对啊，因为它很硬啊，我们要社交距离嘛啊，重点就是呢，它比你的香布还要。你看哦，啊，不会低不会漏的，掌声鼓励鼓励。哇，好像变魔术这样，所以你搓上去你就不用担心说、啊、弄到你的衣服也脏脏的。真的，我的跟我的水波吵架的时候是为什么呢？哎呦，我跟你讲啊，去外面那个沙乱染头发的时候呢，他没有算讲说补颜色的价钱的啊，他是算枕头的价钱的啊。可是有时候呢，你就是头顶长出来一点罢了吗？啊，你要花300块染一点点哦，要修咯。现在要、哦、用这个洗发式染发剂啦，哎呦，每一次才20多30块，这样就够了啊。你可以这样子搓。啊，你要用梳子也是可以啦，啊，可是不用啦。Happy 爸跟你讲，啊，你会洗头发吗？啊，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头发了。是因为它是乳胶状的，你用搓搓的方式，好像洗头这样把它染上去，马上就上色，而且它很温和、哎，然后有一个淡淡的香味嘞。哎呦，真的真的，你没有讲哦，我都忘记了哦，很香的哦，这一个，因为它里头呢有放很多植物啦，有很多花的萃取物啦，没有那个阿摩尼亚，没有那个所谓的尿味啊，以前的染头发的，哎呦，要修咯，染了哦，整间家连隔壁干蹦啊。对，来问你啊，阿娇啊，阿你染头发啊，啊，我有几安尼吵啦，啊，你的孙子都不敢靠近你，啊，你也不要让你的孙子靠近你，因为呢，那个阿摩尼亚是有毒的。是，而且以前那种化学的染头发哈、哦，它很容易造成头发啊、发根呐、啊，还有头皮的破坏。但是呢 ，Rechina 它含有人参，还有复合油，所以它可以在染发的同时给你护发。哦。然后还有各种这种，比如说茉莉香啊、香薰染发、啊，还有各种的元素，都是为了头发的营养来配置。而成的，所以呢才会特别从韩国 Korea 给寄过来。哎呦，韩国人这样喵哦，那边这样多明星这样哦，他们的东西啊，啊，我跟你讲，一定要很多工才有好生意的。这个呢可以在韩国 number one， 啊，你就怎样咯？他有多多工料咯？啊，我跟你讲，这准时哦 ，MCO 呢啊就未使出门嘛。啊，你出门的时阵哦，啊，你会惊吗？是不是？外口真多人呢。啊，那是你去那水头毛的啊地方啊，啊那个沙龙啊，啊嘛是未使染头毛，啊这是政府的 SOP 的。这样染头毛啊，你对三万的时候啊，10千块啊，我跟你说。哎呦，古人染一次头毛就是10块。啊，是咯，啊，特别这阵啊，你出来用这个钱啊，大概啊，大概啊，差不多31块呢。嗯，这个偏个钱。啊，个啊，未使讲。未讲啊。而且最重要是它很简单的使用啊，所以每一次哦，我们直播它都是卖光光的。啊，是咯。现在呢，我们已经卖出了439套，朋友就要断货了，赶快来下单哦。啊，停啊，刚刚哦，啊，大概5分钟前才300套哦。现在就400套了、啊，哎呦，要买要赶快咯，因为呢，你可以收3年的，啊，你别担心啦。我跟你讲啊，6盒很快的，我们老人家的头发每一个月就长一寸哦，那个白色的跑出来了的。你想看啦，你一个月染一次啦，啊，一个月才差不多啊30块左右嘛，啊，你用6个月半年就没有了，不用收3年啦。而且我们现在、哦、你知道人年纪越大头发越珍贵，它每掉一条你都会很心痛。如果你是用化学染发，你想想看那个破坏性一定是有在的、啊、多和少罢了。所以你要用天然的这个 Rechina 的成分来染发，这样就可以帮你呢把头发保护得好好多多又蓬松，然后染了又护发的同时呢看起来很光滑很年轻。难怪以前我染头发、哦、头发越染越少咧、嗯、啊，我跟你讲那个香槟的阿布嘛是有在用咧。重点是呢还没有3分钟啦，啊，等一下2分钟半的观众朋友，哎呦已经上色了，你的白头发已经变成黑头发了，这个是深褐色，很自然的颜色，你染发人家也不知道
呢。哎呦，真的，人家会觉得是天然的颜色，因为呢，你看到、哦、这样子洗很干净呢。而且重点就是呢，观众朋友，你看看哦，他的头发呢还是光泽有亮丽的哦，它不会像那个 plastic 的感觉啊。对，外面很多那个染头发的哦，你染出来的，你再一看就是，哎呦，你还戴假头发，哎呦，这个是深褐色。等一下，我再弄多水多一次啊，是给大家看一下，哇。哎，这个好像洗发水广告嘞、哎，不是染发广告我没有做 treatment 哦，啊，给大家看那个咖喱。是，那你的深褐色，还有一款颜色，我们卖的就是这个 natural brown， 啊，边做 treatment 啊，我跟你讲30块，染头发加 treatment， 护发一次过搞定。哎呦，而且省时间，你在外面染头发，你一次坐在那个理发院的那个椅子上哦，就要坐个两三个钟头跑不掉。没错，有一些人呢还要染更久哈、哦，现在5分钟在家自己搞定，最重要是他没。有氨，这个氨呢，我们讲 ammonia， 它是化学品啦，有一点刺激性，有一些人的头皮呢就会因此而敏感，变成掉头皮的感觉，一块块。现在你不用担心，而且呢，乳霜状外头普通的染发剂呢，还要用梳子一根一根把它给梳到很均匀，然后呢，上色时间要25分钟到40分钟之间，很吃时间呢哈。现在呢，如果你用的是 Rechina 的这个韩国品牌呢，它是凝胶状的，用洗头发的方式去染就可以了，只需要5分钟。不会有氨，然后可以安全安心的使用了。没错啦，我跟你讲，最后的14分钟了啊！你在外面买3盒啊，都189了咯啊！其实3盒189呢，已经很划算了，因为算到了1盒啊，60块染一次头啊，很划算。但是减6盒嘞，每一次染头发才31块嘞，再送你呢限量版的这个硅藻细水版，来来来。啊，不是去卡板啊！啊，这个是那个高科技来的，还有离塞掉啊，真水咧！哎，而且我们有3种不同的款式，会不挑款送出一个给大家，所以呢，3款都可以成为你家里最好的摆设。那你看哦 ，Happy 爸啦，男人就是这样啦！啊，那个小没有擦干就到处走啊。可是这个呢，魔术哦，大家不要眨眼睛哦，你看那个水呢已经被那个板吸进去了，而且不会像那个擦脚布这样啊，啊那个布啊 Q 来又 Q 起啦，你很难抹。你看这样子呢，差不多干了。啊，2-3次就好了啦。Happy Bar证明给你看呢，到底有多干哦。你看哦，观众朋友，高科技就是高科技，完全没有水。哎，这是一张白纸嘞，如果有水印的话，一定会很明显呢。可是你看，我们的是速干呢。哎呦，真的，所以呢，我跟你讲，今天免费送给你这个呢，韩国卖到很好啊，连中国人都在买哦。哎呦，外面卖很贵啊，60-70块到100块。再试验一次给大家看，它到底怎样快速的速干。没错，如果你的脚是湿哈，粘在这些板子上面哈，它踏在这个吸水板之后呢，哎，就可以马上蒸发掉了。这是刚才我的手哈、哎、的那个水分呢、啊。现在我这边呢，给它这样子吸一吸，整张纸还是干的哦，各位朋友。对呀、啊，啊，证明了呢，它吸水很快。你自己想看你的布啊，吸了那个水之后呢，要半小时才会干。这个啊，你看哦，差不多1分钟这样哦，啊，那个水呢就不见了喽，所以呢，它也没有时间可以滋长细菌啦。这个礼塞真的很美哦，你看看。重点就是呢，哎呦，我跟你讲，免费送给你的哈，外面。买不到的，外面都要100块嘞！这个是本来的，不要以为是布哈。给那些脸面对上火力，最后的12分钟了啊！接下来呢，我跟你讲啊，你要拍那个照片啊，我们画面电视机的照片，然后送给你的那个 group chat 啦，你的隔壁邻居跟我们讲，哎呦 ，let's go！ 这是随着我们 Rechina 的洗发式染发剂一起送给大家，但是这一款洗发式的染发剂就大受好评了。你看这位朋友酷蜜，他给了5颗星，因为呢，实在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染发剂，然后。可以让你的头发更黑亮，而且更顺滑。在洗头发之后呢，你感觉整个人都变年轻了。没错啦，因为呢，这个是瓜力蒂韩国制造的嘛。啊，这个老辣嘛是好5颗星星啊，那嘴哦，他讲很容易使用，而且重点就是呢，啊，那个产品哦，跟我们节目上讲的一样。当然啦 ，SO 那你可以骗人，我们大公司来的嘛。是，所以每个人都给5颗星。这位朋友也一样，他说他买给他的妈妈，而且呢，他的妈妈还有他的姐妹淘哦，都有一起来使用，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因为呢，它更加的自然，而且很经济，没错啦。啊，这个照片哦，赶快拍下来，送给你的邻居、隔壁、厝边啦，你的亲戚啦，你的囡啦，讲说帮我买，帮我买啊！为什么呢？你外口买的时阵啊，3盒3百啊，189块，但比今仔日上路给3盒的多呢。然后，总之你全部在外面买要400几块嘞，外面一套的价格啊，你在多少可以买12盒了咯，就是2套。是，而且它
简单方便，可以快捷染发，还有两种颜色给你选择，深褐色或者是自然褐色，两种都很漂亮。来来来，简单来说啦，买三盒送你三盒，再送你一个有史以来最超值的阿硅藻吸水板呐、啊，光是礼物就258块了，送完为止，最后的10分钟哦。所以呢，赶快下单，因为呢，全套的市价本来447，现在折扣60%，省下258令吉，只需要付189令吉，但是只限播放时段，而且现在现存货了哈，存货有限啊，未了就无了啊，卡点维 K 高高下不到空等另外扫描或者二维码啦，还是呢用那个刷下来买嘛是也使。啊，最后的十分钟了，观众朋友出逼淘贵安哥安弟，让人已经买了500套，因为它实在太好用了、嗯，每一个朋友用过之后都讲很方便，你的枕头白发可以马上变枕头黑发、啊，整个人就变年轻。为什么呢？因为呢，你只需要用5分钟的时间，在家当做洗头那样来给自己染发、啊，它就马上很自然上色，而且最重要是它很温和，不会伤害你的头皮。很多回头客。啊，可能你看电视机了，你说呢？买不了，我不要用啦，我不会自己染头发的。那我问你啊，陈太太啊，你会洗头发吗？啊，你要洗头毛不？你要洗头毛就是要逆头毛了，真简单呢。啊，你青菜缩缩剪拿那些咯。啊，我5分钟啊，啊，你的头毛啊，就看起来像20年前这样啊。啊，有笑脸呐，啊，有烟斗啊，有 sexy 哦。是，而且呢，它还有那个香香的那个味道，就是茉莉香在里头了哈，都是天然的成分哦。你这样子洗一洗，染一染哦，你的头发还会更光滑顺滑，因为它有那个复合油和人参在里头。我们不只要喝人参，我们要给头发也滋养人参的成分，这样子你的头发比较有力啊，比较健康，不容易掉，然后呢更加的年轻持久啦。哎呦，你讲得对咧，以前呢我的妈妈啦就是 Happy 爸的老母啊，一个逆头毛的时阵啊，啊染回来呢就掉半头，啊染染一下那个头发掉光光了怎么办啊？这个呢你就不用担心哦，越染头发越掉，因为呢里面有人参，还有蚕酥蛋白，还有那个植物复合油，啊，拢是阿贵的物件都丢掉了。你看你尼古赖松风的妈咪哦，啊，这个阿杰哦，你了贵后啊，我叫他哥哥嘞，看起来比 Happy 爸要年轻呢。是，你就不用担心说像外面那种有化学成分的染发剂染了你的头发会开叉，不会。Rechina 用的都是天然成分，所以很温和，而且呢，不是老人家在用而已，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在用哦，因为呢，它整个染头发的过程轻松方便又简单，真的。有一定的持久性，最重要颜色也是很自然，你染的不会一块一块的，所以很轻松啊，不用包那个 plastic bag 啊，三八龙啦，三八的那个纸袋啦，报纸铺满地，不用了，很简单的，韩国年轻人都在用，马来西亚的大帅哥天菜啊，男神贾森马在用。好，我今天呢要用这个染发膏，我染的这个是 natural brown， 好，这边有两支。这来自韩国进口的两只，就是要以1:1的比例，就是去搅匀。好，现在就是要等5分钟。上网或使用 GoShop App， 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呢，就可以简单容易的来购物啦。最棒的就是还有5%的 GoPoints 要送给您哦，所以呢，这个疫情期间啊，一定要好好的待在家里，就可以轻松购物啦。是，今天 Happy Family 呢，给大家1小时的 Happy Hour 限时大折扣，折扣将近60%。没错啦，我们带给您的就是 Rechina 的这个洗发式染发剂啦，它是全球销量 No.1， 每13秒哦就卖出一盒哎。
重点就是呢，百分之百纯天然的成分，百分之百韩国制造，还有原装进口的，告别白发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它很简单，方便使用，可以快捷的染发，总共有2种发色供大家选择，一个是深褐色，另外一个呢是自然褐色。我跟你说，有史以来最划算的一次，多买几套，因为呢 Happy 套组 Happy 送，买三送四啦，有史以来最超值的套组，而且是最后一批货啦。你在外面购买3盒的洗发式染发剂呢，都要189令吉啦。但是今天呢，免费送给您再多3盒的洗发式染发剂，而且再送给您的是这个硅藻吸水板，不挑款不挑色的送出啦。光是礼物呢，我们免费送你的礼物，你在外面买的话，258令吉呢。今天送完为止，只限播放时段哦。怎么会这么好康呢？因为是 Happy 限时大折扣，全套哈、市价447令吉，现在折扣将近60%，也就是总共省下了258令吉，您只需要付189令吉，但是只限播放时段。哎呦，真的很划算，而且呢，你采用的就是100%顶级天然的植物配方呢，它里头有高级的人参，可以滋养发丝，再加上天然植物的复合油啊，高效护发，防止脱发，没有氨还是 ammonia 的这个成分，没有刺激性，绝对安全使用。在家也可以自己染发，赶快上网到 goshop.com.my 来下订购吧。可以染头发你都不敢去，染一次头发500-600，但是今天哦，你看看 Happy Bug 阿婷的手里哦，啊买3盒3啊，送3盒6盒，再加这个版哦，全套447块，打币今天只需要189块，平均每一次染发多少钱呢？31令吉，还不用出门哦，可以在家里自己就做到了，而且染发的效果超快，那个对头皮的那个是最温和、最容易上色的。哎呦，我们剩下4分钟啊。节目就要完了，你看那个右下角的那个怎么说啊？我们的那个时钟一直在转哦，你就知道那个时间很慢了嘛，对不对？但是呢 ，Happy Bug 跟你讲哦，现在呢立刻染头发给你看，1号剂跟2号剂呢1:1的分量呢，直接在上面按摩就可以了。观众朋友，我跟你讲啊，你会洗头就会染头发，每一次洗头呢才多少啊？大概31块不了，在外面31块啊！我跟你讲啊，你怎样做到那个染头发、啊？重点就是呢，现在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不要出门，真危险。要咩？啊，你出来，你看染头发啊，自己染就会晒了，挺简单。你只是搓揉搓揉，按摩按摩，可以自己染，也可以帮你的先生或太太染，或者帮你的小孩染。染了5分钟之后呢，就会上色咯。而且它不会臭臭，因为它没有阿摩尼亚，没有氨的成分嘛，所以要告诉大家，它是非常的安全的，不会像以前哦，你染了头发之后呢，哎呦回来不敢抱孙子，不敢抱儿子，怕有毒啊。但是你看这个呢，啊，青菜收缩姐呢就已经好了啊。我跟你讲哦，大概2分钟就可以染到那个颜色上去了的，是，所以老的少的都很喜欢使用，就是因为它非常的温和、安全又方便。你看它是凝胶状的，就不会滴落下来，不会弄到脏脏。最重要，它还给你护发的成分，这么多成分都是护发的哦，它可以保护你的这个头皮啊，保护你的发根啊，就不会损坏啊、开叉变得打搭的。而且有薰衣草的水、矢车菊的水啊，帮你镇静你的那个头皮啊，就不会得到刺激性啊。啊，以前外面染头发回来了啊，整头好像生冰雹，好像那个世家。摩尼佛这样哦，一粒一粒一粒，哎呦，又痒又脱头发又脱皮哦。现在这个呢，不用担心，它里头还有人参呢。哎，人参的染发剂一盒啊，除到来才30块，你去哪里找啊？只有在 Go Shop 罢了。现在你不用去韩国买了，你在 Go Shop 下订单，我们直接送到你的家门口啦。所以呢，每一次 Rechana 直播的时候都会卖光光、啊。哎呦，吓到你啊！听啊，那个导播讲，现在哦，卖了多少？634套。因为很多朋友不只是买一套，他会2个颜色都给他买回去、啊、所以你的头发的颜色有时候可以是 natural brown、啊、有时候可以是 dark brown， 你就有不同的形象出现了、哎、所以即使、你今天、留在家里没有上理发院，对不对、啊、你没有剪头发，对不 对，你看起来还是光彩照人，因为你的头发呢还是光亮顺滑的。哎呦，我跟你讲，你染了之后呢要生多2个都不用紧 你的老公看到你就很开心、每一个月都不一样的嘎热这样子、重点是最后一批货、你买不起准、我不懂他几时还会补货了、所以要告诉大家，不会伤头皮，只要会洗头就会染头发，韩国 number one， 世界 number one， 绝对呢不会有臭臭的感觉，因为没有阿摩尼亚。所以呢，赶快给他带回去，一次染头发只需要大概31块钱呢。哎呦，没错的、你看看呢、才2分钟，没有到3分钟呢，Happy Bug的这个头发呢已经染好了，
啊，随便给他冲冲水一下子这样子哦。观众朋友，不止没有打结，不止没有变干，不止那个水不会肮脏，可是你看那个头发呢，滑滑亮亮，哎、好像做了 treatment 这样呢。因为它里面有人参，有复合油，有很多护发的成分，所以可以同时保护头发。然后呢，我们今天有两个颜色给大家选择 ，Dark Brown 跟 Natural Brown。Natural Brown 要卖完了，要的话要赶快马上再来重复我们的套组哦。因为你在外面买的话，全套447块，打币今天只需要189块，外面一套啊，GoShop可以买到两套，折扣将近60%，很厉害，赶快上网到 GoShop.com 到 Emma 来下订单吧。Happy 爸最开心的就是今天有送那个硅藻吸水板哦，买三送三再送一，简单的来说买三送四啦。这个呢在韩国、在日本、在中国呢很流行，没有人用擦脚布了的，都是用这一个，吸水得快，它挥发得也快，就不会臭臭跟细菌多多了，是容易照顾哦。而且今天我们是整套才只需要189块，很划算，你每染一次头发31块，还有赠品可以收啊，继续买，继续的打电话啊、我们 Happy Family 很多好康的，每个礼拜三跟那个礼拜天都有节目的、礼拜天还有那个欢喜台了。阿婷，谢谢你今天来帮我啊！哎呦，谢谢你啊！我再也不用拔我的白头发，染发就好了。真的，买回去染头发了，下次见，拜拜。拜拜。在GoShop购物，您都能获得免费配送服务。